好的，来了，所以老师36到38数啊，噶老师，如果你的裤拿长嘛不呢？来三十六，赶你38的这些老拍几包？负重泉原理是就是负重泉会排出有害气体，受工作的这一过程中常会造成浪费，科研人员、政府官员、志愿者、社会副专设计师充分使用面料，改善工程环境，采用先进的技术，重新改造旧衣，改造旧衣服。嗯哼。服装厂一般远离市中心，服装厂哪里不买阿片所以的CD 三大面包没有来讲呢回吧的。服装厂会排出有害气体，服装厂啊你不能的有害所以都快比奶奶等会的不能等会的脱薄了奶奶的。手工制作的布料不结实的还没能漏它的布料啊不能的。为啥的啊嘞不结实不结实所以没开马屋嘞。制作过程中的比如你的 process 嘎啦嘛的常会造成浪费了他的皮包母的皮包奶奶的。科研人员的力啦的独立不能。政府官员苏亚永坦那个独立。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所以要怎么说Volunteer 不会是的服装设计师的服装股 design center 的 designer 不能充分使用面料的面料股壁瓦东洽的改善工厂环境的使用业保温间股改善避免将来来的采用先进的技术的龙啊 Kimmy 的你的家里股东比的重新改造旧衣服，哎，你好，你过来啊！对着盘边，比如盘底板里的。好，来，老师让声音听你的那套去讲。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项调查表明，标记宝。一项调查表明，一项调查表明啊，是谁木的库嘎破别他拉嘎罗嘞？在制作衣服的过程中，通常会有15%的面料被当作垃圾直接丢掉。在制作衣服的过程中。通常会有15%的面料被当作垃圾，然后就丢掉。第二，比如的 process 嘛，不呢？第二，出笼里的青嘛，我们阿片说，因为上阿亚该弄起的的啥的呀哩？啊，卖的手表的论变的吧？论变先看一下的不呢？这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给带来环境巨大的压力。这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大家不能把文件的严格计码的 pressure 又带上来的。一方面，生产这些面料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一方面，生产这些面料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啊，这块干嘞，把那的面料的股透露破断。啊，透露破出来，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能源的面料结果这个消耗不来的，平地不来的，不呢？就是能源是，就是 source 的，不呢 ？source 的面料有多少平地不来的？另一方面，丢弃的这些面料还可能会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丢弃的这些面料可能会造成污染。查的报告嘞，你送别来的面料的噶嘞，年年木个皮包最难的嘞。因此，有服装设计师提出了零浪费设计的理念。因此，
服装设计师提出了零浪费设计的理念，零浪费不的浪费龙王嘛细致的 design 不呢design 地推没所的理念不对口国的对吧提出了标价吧的。首先作为设计师在剪裁之前必须计算好。首先。嗯哼。首先作为设计师在裁剪之前必须计算好。啊就是designer 的样子呢不能慢慢看嘛对查理古多切呀哎的。和最有效的利用面料。嗯最有效的利用面料。对面料的不露没有不能东差也没来不能。尽可能的实现零浪费。尽可能的实现零浪费。嗯尽可能的实现零浪费。但哪种零浪费屁昂露露吧的。其次要懂得利用服装行业的废料。要懂得利用服装行业的布料。废料要懂得利用服装行业的废料的服装行业不能的龙人业把这废料不都没能的 PC 的有了多都差的也没的顺便 PC 的有了都差的也没不能以保证充分使用所有面料你保证充分使用所有面料嗯以保证充分使用所有面料面料的共龙骨啊，东恰奈昂路都啊，楼亚梅的。36。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制衣过程中常会造成浪费。嗯，制衣过程中，哎，你透露的 process 吗？常会造成浪费。拉哈德的屁股。37。零浪费设计理论是谁提出的？嗯，服装设计师。对，服装设计师 with that designer 呀，对吧？那他提出来的。38，怎样才能做到零浪费设计？充分使用面料。对了充分使用面料好的下一个是39-41读一下吧方伟男女联组在学校超强举行天赛节都有纪念品之前且由举办方提供推荐自行车散步穿上了最轻的跑鞋不停的不停的赚其他人的钱建立组织自行车前行宣传路线出行强调规则的意义拉近人们间的距离鼓励大家享受慢生活嗯哼分为男女两族就是 Mutami 在学校操场举行将业阿克扎规马肩巴的赛车者都有纪念品的边摩西边的独立共龙马纪念品不那上不是没地下不是里的亚美自行车由举办方提供是被你不会肩巴的独立个北巴美的就是 CZ 北马皮巴的推着自行车散步散步蓝小梅的穿上了最轻的跑鞋波中的跑鞋不呢比的喷那个六七八的不停的撞其他人的车三百别古呗这差路里也高五的三百五不呢带你把的尽力阻止自行车前进但那种三百一是有多少五的人阻止大西亚没的宣传绿色出行就是阿伦姆那里路年年我们是被多拉拉布多拉木布宣传的阿里就拿然后呢就是挖大片呢强调规则的意义规则新密也那对不对大比如标准了吧阿里新密是这样呢
拉近人们间的距离，如里家的马西里火车结果的拉近来的，我们说来的吧的。啊，鼓励大家享受慢生活，阿龙古慢生活，慢生活，我们里面规则就是 ACC 撇单亚的不瓦古的，就是鼓励，我们阿贝的吧的。好，来老师让所以拿上句句啊。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说起自行车比赛，一般比的是谁速度快？自行车比赛一般谁比的快？嗯哼。好的。说起自行车比赛，那个，十分变不过变没输赢呢，那个，自行车比赛将变没输赢呢，一般比的是不慢阿片比的嘎的，那个，谁速度快？不都嘎是避免嘞不呢？不都免嘞输的好，我的变价了吧的。但一些骑行爱好者。却组织了一场自行车慢骑比赛。但一些骑行车爱好者，但一些那个骑行爱好者，第四本资料，你得的努力啊，那却组织了一场自行车慢骑比赛，四本股。PPE 里不能 C 的变为古的金爸爸 A 的自行车慢骑比赛。这场比赛分男女两组进行。这场比赛分男女两组进行。这场比赛分男女进行。把嘞。这场比赛所以那个。提变不会过呢，要家里呢每个里数比较快，家比较顺便嘛，去把的。车道仅有20米长，2米宽。车道仅有的栏啊，不呢，提变不会栏将完的，仅有的它里边是的，20米长，2米宽，20米长的，2米宽的。到达终点用时最长且不犯规者即可获胜。到达终点一般能够要不对吧呢，用时最长去加中要开加一，而且不犯规则者，不犯规则就是一般中。对不对，谁敢把炮别的都给他连了获胜，那也没办法的。比赛一开始，参赛选手便想尽办法阻止自行车向前走。比赛开始，变为啥比苏然的参赛选手啊的想尽办法阻止自行车前走，想尽办法你两个是咋比罗的，说不定我是有多不多而阻止打灭吧的。赛场上趣味十足。赛场上趣味十足，比赛场嘛不能严格，谁问咱家刚哎的地边不要不能。笑料百出。笑料百出所以哈大里来没有没有脱大波的。一家哈大里来娘一撇的哎的。有的车子顺从主人心意。有的车子顺由主的心意。顺从主人的心意啊，就是第十分半线，不能十分的看不标准，谁的路也谁大没的，稳稳停在原地。缓缓停在原地。
稳稳停在原地啊，那古木拉尼亚嘛呗，对吧？眼里里面的，有的则不听指挥，有的听清楚，对，嗯，有的则不听指挥，这就努力啊，叫着来吧，那比方说，这就是为你啊来吧，那都是你们家的，但我们来拿把布的，一直向前冲，进行前进中。嗯，这青龙是有个端倪了啦，为什么端的这么无所谓啊？这青龙端倪了啊嘞，一直向前冲。还有的车子一不小心就拐到线上犯了。还有的担心吉普。嗯哼，对不对呢？还有的车子干嘞？一不小心就拐到线上犯了规，一不小心对吧？那里的这路段来着那段，就是就拐到线上。蓝某要多少的蓝某贵米多少的哎这种犯了规就是怎么说时间跑偏米多少的比赛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比赛组织者在嗯哼啊比赛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变外国金巴的读干接受采访时说你采访过读了看你的看嘛表白的如今社会发展太快如今社会发展太快嗯哼如今社会发展太快库马罗的社会发展啊严格面的不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充分享受慢生活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这录 DVD 的 Mad Simple， 那让大家充分享受，阿龙第一话看啥米子进来的慢生活的乐趣，那么慢呀的，所以下个嘞标题要讲的，所以讲五波的。好的，来了，所以老师如，这靠表面拿场去讲。零浪费设计理论是谁提出的？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说起自行车比赛，一般比的是谁速度快，但一些骑行爱好者却组织了一场自行车慢骑比赛。这场比赛分男女两组进行。车道仅有20米长2米宽到达终点用时最长且不犯规者即可获胜。比赛一开始参赛选手便想尽办法阻止自行车向前走。赛场上趣味十足笑料百出有的车子顺从主人心意稳稳停在原地有的则不听指挥一直向前冲。还有的车子一不小心就拐到线上犯了规。比赛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如今社会发展太快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充分享受慢生活的乐趣。39关于那场比赛下列哪项正确下列哪项正确分为男女两组。对呀、分为男女两组。40为了获胜参赛者是怎么做的尽力阻止自行车前行。嗯哼对的尽力阻止自行车前进。但男人我那时候有些车不得多。阻止过大西版 A 的。41组织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什么鼓励大家享受慢生活。对的鼓励大家享受慢生活。慢生活我先受不得鼓励啊不能。好的下一个是42杠你43题的切老派几吧哦。造型可爱，重量很轻，
容易变僵。Yes. 极易燃烧。要用到粗。要用到粗盐。有专门的机器，塑料袋越漂越好，有丝纹就变得更。嗯哼。造型可爱，造型里里个阿嘞，养过七步高呢，不喏，膨胀里里啊，看你他嘞膨里里啊，养过七步高呢，重量减轻，里件啊，腰包大里没嘞，容易变脏，肋骨你不得的，极易燃烧，养过肋骨做老面奶嘛嘞嘞，要用到粗盐啊，所以砂浆我懂啊没嘞，有专门的机器啊，设计是细把嘞嘞。塑料袋越小越好，比白龙 plastic 一个袋里装里边的，会使玩具变得更软啊。可是阿姐啊，我的不比着软，所以老师要怎么说？软不比着表面多阿姐把里面的。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很多孩子都喜欢玩毛绒玩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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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玩具很容易吸灰。但是这种玩具很容易吸灰。但是这种玩具很容易吸灰。它会没得这种玩具的不呢把这种绿的灰不碰碰牛多受用了。需要经常清洗。需要经常清洗。没得没睡觉都得你不准录了吧。而且水洗后难以回到刚买时的状态。而且水洗后难以回到刚买时的状态。比如说你现在的小比多还有因为它的膨胀但变样破了都多里可把的。其实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其实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其实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第别的脑片心部塑料盖嘞，没看吧？屋嘞。准备一袋粗盐和一个大塑料袋。准备一袋粗盐和一袋塑料袋。准备一袋粗盐和一个大塑料袋，并且要买的粗盐，不能撒盐的透明，的 plastic 一支支的拢并且要买的。毛绒玩具装入塑料袋中。毛绒玩具装进塑料袋中。对毛绒玩具装进塑料袋中，毛绒玩具和塑料袋跳跳。放一些粗盐。撒进那些跳。后封紧袋口。然后封紧袋口。你袋口我那里哎呀我哇咕你查理定价你要背来的封紧袋口。将毛绒玩具装入塑料袋中，倒入一些粗盐，然后封紧袋口，将袋子来回摇晃。若把乱麻嘞，让袋子来回摇晃。将袋子来回摇晃，你袋子不弄多少遍的摇晃，所以说盐卡不来没的。过一会儿，玩具就会变得非常干净。过一会儿，玩具变得非常干净。过一会儿玩具就会变得非常干净。对面家给妈被玩具个烟雾担心多把里面的。因为将粗盐与玩具放在一起晃动。因为将粗盐和玩具一起跟动。
因为将粗盐和玩具放在一起晃动，巴比鲁来说了，你粗盐里呢玩具骨嘟嘟它比如晃动盐卡里也都讲不落的，会产生静电，会产生静电。会产生静电，静电是吧？烈性人，好了，哎，这股烈性人烧红的这股皮薄的。而毛绒玩具上的灰尘本身也带电。啊，毛绒玩具，毛绒玩具上的灰尘本身也带电。毛绒玩具上的灰尘，毛绒玩具不嘛心里的灰尘里个嘞，能够摸那个的个不呢？本身也带电，带电是说烈士点吧的不呢？这样一来，脏东西就会被盐吸走。这样一来，脏东西被灰尘吸走。这样一来，脏东西就会被盐吸走。的啰嗦音不呢的脏东西的嘎的还能被盐吸走的盐啊不能受有多麻烦的。另外这种方法还能使毛绒玩具的颜色恢复到以前的鲜亮状态。另外这种方法还能使毛绒玩具的颜色 PC 难的也的毛绒玩具也养我不能恢复到以前的香亮状态不能应该路呗不能养到到个里的变那么片段难的吧的的可谓一举两得。一举两得。对可谓就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这切口那切变路标路亚拉不的。好的看一下一举两得的切口那切变。可谓一举两得，比如讲嘞，这吃空的吃别说大杯薄嘞。好，那我们再听一遍，这靠老边拿糖去吧哦。第42-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很多孩子都喜欢玩毛绒玩具。但是这种玩具很容易吸灰，需要经常清洗，而且水洗后难以回到刚买时的状态。其实，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准备一袋粗盐和一个大塑料袋，将毛绒玩具装入塑料袋中，倒入一些粗盐，然后封紧袋口，将袋子来回摇晃，过一会儿，玩具就会变得非常干净。因为将粗盐与玩具放在一起晃动会产生静电，而毛绒玩具上的灰尘本身也带电，这样一来脏东西就会被盐吸走。另外这种方法还能使毛绒玩具的颜色恢复到以前的鲜亮状态，可谓一举两得。42，根据这段话，毛绒玩具有什么特点？容易变脏是吧？容易变脏。43，关于去掉毛绒玩具上灰尘的方法，下列哪项正确？要用到粗盐。要用到粗盐，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后，下一个是44-45题。好的，来44-45拍几把哦。贷款签合同，改密码，办信用卡，商人其实很有钱，商人的钱是借的，银行的钱财如奶酪。商人被招架罚款了。贷款所以不算期的，你要到别办案的期了不呢？签合同所以老师的博主上就求诉了不呢？改密码不算表内
办信用卡，信用卡叫 credit card 漏得的。商人其实很有钱，商人啊，这给了不算烟细吧的。商人的车是借的，而且商人也嘎嘎的，嘎嘎嘎嘎的。银行的停车场满了，半夜的嘎夜拿归嘎的，便利路吧的。商人被交警罚款了。的商人啊的的交警子的人人也不能人人也也啊把路当归当归当得清我看来呀吧的当归得清我看来呀的不能。好，我们来听一下。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个商人到金融街一家银行贷款5000元。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到银行嗯哼，银行有多少一百六嘞？贷款五千元，对吧？一个商人的要干的，对，被拿嘛是不是多标多的？到金融街一家银行的金融街嘛，那街耍烂的，金融耍盘他一烂，就是烂烂没吧呗。金融街也的一家银行，金融街嘛是你的。一家银行办的库嘛，都要多比如说贷款5000元的，不算啊，让多比如说700的，并定于2周后还钱。并定于2周后还钱，比如那半年也不算变算没数，比如都要定他来的。由于银行贷款必须有抵押。银行贷款必须有抵押。由于银行贷款啊嘞，必须有抵押的。啊，帮必须洗过钱，不然你不生气的，所以呢，啊，帮必须他过他也没事哦嘞。他便抵押了停在银行门口的汽车。他便抵押了停在银行门口的汽车。银行也报完嘛，也他的高额都要比较抵押来的。于是，银行职员将那辆车停在了银行的地下车库里。于是银行职员啊的，银行职员将那辆车啊的车库停在了银行的地下库里，半夜的密奥，那个车库里不，那地下车库里半夜密奥，嘎也拿过来嘛，多比如叫他来的。2周后，这个商人来还钱。2周后，这个商人来还钱。2周后。那不加比多的卡嘛，地上人啊的来还钱，不算拉撒的的。除了借的那5000，他还交了15元的利息。除了借的五千，还交了15元的利息。除了借的。那5000，哎，5000不，七啊，他的5000一边，他还交了15元的利息，多剩下这来多背了一把的嘞。这时，银行职员发现商人的账户上竟然有好几百万。这时，银行职员发现。商人的账户上竟然有好几百万。你商人也的账户不嘛，不那账户所以要怎么说，都也的办个贴嘛，不那都也告你嘛，好几百万呢，心里大悲的。便询问他借钱的原因。比如都明明了不那白皮都不生气呀嘞，老米还心里5000里拉气你啊。商人说，15元2周的停车场在金融街是永远找不到的。
15元两周的停车场，在金融街是永远找不到的。离金融街嘛，嘎也拿，就是老师能源集体嘛，离老师停车不能随便停车，必须要到停车场那里停车，路上停车是 不允许的，对吧？要去停车场。那斯卡讲停车场呢，你停车的话它是按小时来算，按小时来算。第一老师哪一年来的的，不像我们缅甸那说明嘛，哪一年没有的，嘎的卡也不拉也拿嘎不拉路门后，对吧？请你多打去的多讲不了，你停的时间越久，那你要给的钱就越多。你看他嘎两个星期可能他用不到这辆车，对吧？你嘎我不能那办东西啊，你也没修那办东西啊，没漏水都被那他们来不按的都身上来的，哎，银行嘛多他们的时候都按的。你嘎了就是你对利息啊15元不，哎，15元呢停车场拿来的工资没有撇多少呢，啊，他说15元两周的停车场在金融街是永远找不到的，没对哪屋的。好，这靠边比较拿汤机机啊，说那边里人那看你的拉路的，那等于没标呢，这靠边拿汤机没呢，边拿汤路拿来的是 OK 可以了。好，是个叫做不一样路不呢，哎呀，所以拿汤来你好，就是毕竟离近呢，你呢边边没有标开呢。其实老师你五级 level 嘛，这老具体没路的，那还是拿来比偏难比什么样，所以我们就再听一遍，听的过程中能不能明白哪里来没来的这老机机啊呢？43，关于去掉毛绒玩具上灰尘的方法，下列哪项正确？44-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个商人到金融街一家银行贷款5000元，并定于两周后还钱。由于银行贷款必须有抵押，他便抵押了停在银行门口的汽车。于是，银行职员将那辆车停在了银行的地下车库里。两周后，这个商人来还钱，除了借的那5000，他还交了15元的利息。这时银行职员发现商人的账户上竟然有好几百万，便询问他借钱的原因。商人说，15元两周的停车场在金融街是永远找不到的。44，商人去银行做什么了？大贷款。贷款对吧？不算多比较期的贷款。45，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商人其实很有钱。商人其实很有钱。对了，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